虽然非常坚固，但有一样克星。克星？是磁铁。要干什么？哥哥，快跑！躲好了，舒克，别让我赢得太轻松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好，我得赶快回机场。啊，巨无霸！没错，海盗偷走的是第二代升级版，机身外壳是金刚材质，异常坚固。金刚材质又怎样？ 等你把我的坦克改造完了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他。这个，要想能对抗巨无霸，好吧，我试试看。皮皮鲁，你这资料够全的呀！啊。<笑> 那是之前我和舒克一起收集的，舒克为了能早点打败海盗，每天把自己训练得鼻青脸肿的。哼，这娃娃是他自找的。贝塔，别生气了，你们要是联起手来，海盗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可是……是什么？最佳搭档。那，<笑>坦克改装好了。 上钩了！太好了，磁铁起作用了！怎么搞的？全速追击，给我把它打下来！ 干掉了三架，皮皮鲁真了不起！海盗，接下来该找你算账了。不好，他飞去机场了，返航，返航！<笑>
果他自己去攻打机场，简直是自投罗网。自投罗网？哎呀，自投罗网是什么意思？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我说，我们老大又抢了好多飞机，都在机场等着呢，自己去肯定。什么？可恶！师傅，坚持住，我来了。你没事吧，玛丽先生？不要管我，快跟上他们，我稍后就到。也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别着急走啊，把他给我弄下来。准备好了，一起来玩耍，直升飞机。
圈，坦克车在作战，发现目标在眼前，准备发射炮弹。我是飞行员舒克，我是坦克手贝塔，比比谁更身手不凡，比比谁会更勇敢。我们是舒克贝塔舒克。